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杨子。我们今天为您讲解的比赛是第25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的八强比赛。我们请到讲解嘉宾是吴欣怡老师。吴老师您好。哎，杨子好，广大观众朋友们好。那么比赛进行到八强的程度了啊，中国棋手呢还是一如既往的这个强势啊，在这个八强中呢占据了6席。但是呢虽然人数多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心头大患嘛，这个是韩国的这个申正旭呢依然呢还是健在。那么另外一位棋手呢也是稍微有点出乎意料啊，日本的这个伊力辽啊，当然呢就是说日本棋手能够就是说参与这个竞争，那么对其实对整个围棋来说应该是一个好的事情，是吧？是。那我们首先为您讲的比赛呢是谢尔豪对伊力辽的这一盘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赛现场的画面。好，这是我们今天即将讲解的谢尔豪。现在由于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比赛呢都是在这个国际比赛吧，都是在网上这个进行。是。对。网络比赛当然可能就是没有面对面的那么这个刺激。但是呢这是李维清是吧，这个年轻的小将。但是就是说也产生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问题啊，像昨天的这个比赛16强的比赛，对，16强比赛这个连笑和这个前天连笑和申正旭的就是非常可惜的出现了这个超时负，这个反正这也是我们新的职业棋手也要面对的这个问题。但我们最好还是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啊，能够面对面的交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是谢尔豪执黑先行，伊力辽是白棋。伊力辽在前天的比赛中呢发挥的是非常的出色啊，战胜了韩国的申敏俊是吧，对，第三号人物是吧。那么谢尔豪呢也是在首轮表现的非常的这个出色啊，战胜了韩国的朴廷桓。白棋也行，布局都很普通吧，应该来说都是一些很流行的下法，都是几个 AI 比较或者说是常见的啊，比较推荐的布局，比较推荐的布局啊。实话呢，没有什么太多的看头啊，这个都是中规中矩。在另一盘的这个申正旭和石月的也是就是说走成这样啊，那盘棋是这边是小分手角，小分手角，反正就是在这个局部来说，现在这个你如果小飞的话呢他可能就比较多，你如果小尖呢他可能脱先或者说是拆二会比较多一些，就是黑棋进一路白棋就防守进一路。接下来黑棋是点三三，然后白棋挡，然后黑棋是爬，白棋长，对，然后黑棋飞。说实话确实是有点无聊啊，现在看这个布局确实是不像我们这个 AI 没出现以前啊，是这个百花齐放啊，每个棋手各有各的风格啊，有的还特点很鲜明，现在基本上就是布局或者说是局部的这些定式都是有点千篇一律了啊。胜负是不是更注重于中后盘啊？对，然后白棋接下来逼住啊，这个格局在棋谱当中非常的常见，非常常见。是不是对于他们这种顶尖高手来说，现在因为有 AI 进行训练嘛，他们至少能推演到布局阶段的30-40手的样子，对，这没问题。所以每盘也长得都差不多。这个就是说，反正。这个呢有时候也是一种无奈啊，但是就是说尤其是我他很有个性，我想下自己的棋但是没有用，你下出来自己的棋反正人
其实我们都是用 AI 在家训练，你下出来的我都不用我来对付， AI 就把你对付了。所以说呢，你也没办法，只能说呢是千篇一律的先跟着 AI 走到一个三四十手以后复杂的程度啊，大家再开始这个比拼。嗯，那么如果你前面吃亏了，只能说明你这个用功程度不够，是啊，对，嗯，或者 AI 用的不够多。然后黑棋接下来是走的这步棋，嗯，这家，嗯，家也是很普通，反正就对于这个形状来说，一般就是反正三尖，嗯，啊，走这就是一个高或者是低的问题，是吧？嗯，或者要是没有这个子的话呢，他或许就会选择这个低位。反正这个距离大家很注意，就是、嗯、反正黑棋就是一般都是这个是三尖的距离。嗯、那吴老师这个低位跟高位的选择。有这跟局部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低位肯定就是说，一个呢，它是就是说，位置是低嘛，相对很明显，它就是说注重于这个实地一些。嗯，而且白棋以后呢，在这里做野呢，相对更加的局促一些。嗯，但是它是由于这里有个子啊，万一白棋这里的，他们也担心被人家给封进来。嗯，所以说呢，它这个还是选择一个相对高一点的位置。高位。嗯，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呢，我想他可能会选择这个低的位。接下来白棋靠这手棋啊，也是关招，对，也是套路的其中一部分。黑棋是啊，这盘棋是外扳，对，之前也有经常看到有内扳的，内扳也很正常，也很正常。嗯，然后白棋内扳，白棋就反扳嘛，嗯，然后黑棋是长，嗯，粘上，嗯，黑棋粘上，白棋爬，黑棋长，嗯。然后呢，白棋贴起来，嗯，黑棋跳啊。由于这个地方，白棋啊，这一带等于都基本上都是先手啊，嗯、这个那么呢，这个他再走过来的话呢，这个方向来说，黑棋好像是不是太好这样选择，嗯，他反正粘也是先手，是这个尖基本上也是先手，你不能这里又被他连走两手，是上边的借用比较多，这个子有一点危险，对，活动起来会比较困难，所以实战黑棋选择的是上扳，对，嗯，这个应该来说是正确的下，对，黑选的是扳外面，那么白棋立，白棋往脚上长，啊，黑棋是贴一个，白棋扳，黑棋辅助，嗯。这个地方呢，等于就是说，因为实际上这个子力啊，就是说，在局部呢，单看这个啊，是黑棋多一颗子，嗯、啊，就是黑棋我们算二打，但是周边来说呢，一个是这里有个白棋帮忙，这个子是帮忙的子，嗯，而这个子注意啊，这个不能算作是帮，有可能是一个负担，嗯，所以什么副作用，对，因为有了这个子以后，白棋啊，就是。在这一带跳啊一类的就有先手味道，嗯，是吧？这个被他连走两手是有点吃不消，对，所以说呢，在这个局部呢，黑棋呢就不要一味的去逞强，嗯，就像刚才那个一样，一味的去逞强呢，嗯，实际上呢，这个小的局部是黑棋多一点，但是你把这个放大一点的话，嗯，在周边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呢，黑棋不占任何优势。嗯，然后实战白棋虎一个，嗯，然后黑棋尖，再见。这个黑棋尖的目的当然是很明确啊，我尖一个当然是希望你度过，是吧？嗯，希望白棋是扳过，当然白棋扳过了也不能说完全是坏棋，但是呢，肯定是黑棋还是挺满意的，他就虎过来。那么你就算走掉打一下，啊，把这个也得走掉，那么长呢我就压住啊，所以这样的黑棋呢就是，走的呢非常厚啊，也解决了这个子问题，嗯，而这个目数呢应该是所得有限的啊，嗯，这个白棋肯定略有不满，嗯，就是在这个局面下，嗯，可能觉得不是很合适，主要这个子它成了一道后势，对，所以实战尖的时候白棋是长的上面，这个也基本上也是一个必然的反击吧，对，长上面的话这个里边的变化就变得复杂了，对，
嗯，因为白棋还是肯定还是看重外面啊，甚至于来说，更加看重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对这个子的这个威胁。嗯，然后黑棋接下来是小尖。那么白棋搬出来反击，白棋失败。这个他有这个弃子的心理了啊，这个白棋已经，黑棋断臂了。那么白棋长啊。黑棋呢现在是虎一下，虎二路，白棋呢就跳啊，黑棋长，黑棋长，这个必须得长啊，不能着急去吃啊，这个吃的话被人家一虎，这个棋形这个白棋就太完美了。然后黑棋吃的太小了，对，受气吃，对，然后这个地方出头也很别扭，那这个子就是说实在是有点尴尬，这个子太危险了，所以这个很着急，他先长一下，对，黑棋先是长，对，然后白棋这时候呢，先搬虎，搬这个，吴老师进行到这里的这个变化。是必然的一种变化吗？这个必然倒肯定就是说谈不上了，就是说，但是肯定的，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平时就是说，训练中或者是对局中呢，肯定是下出来过啊，就是说，不能说完全必然，但是就是可能性出现的可能性还是就是说是非常大的，是，因为这个靠。出现的频率就很高，对后续的变化也一定是靠完了以后就不是外帮就是内帮嘛，是吧？这个应该他们在平时的练习中应该是出现过，然后白棋虎这个里边是一个打劫活，但这个劫呢，相对我们刚才也说了，这白棋是可以弃掉的，是吧？就是说也不是那么着急。那么现在黑棋也。这时候没有急着吃啊，因为这时候开上去的话呢，虽然是打劫，但是呢自身呢也是非常的重啊，因为这个一旦被白棋提掉的话，这几个子都快就是说要死了啊，是，而你把它吃掉提了以后粘上以后呢，只是这样吃掉的话呢也很不舒服啊，先不说它找什么劫，就算你这样吃掉以后呢，这个外面被白棋就最熟的吧，我们看得清啊。被白棋打了一连扳，这个黑棋的这个形状也是非常的这个萎缩啊，黑的形状也是非常萎缩。这个就是说，先吃呢肯定是不便宜的，所以他谢尔豪呢先拆个一啊，就是说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先把。你这个手段呢给防了，这个价值呢本身也是非常的大。然后白棋下一步棋是飞这个，这是一个好点，他也白棋也不着急去活啊，如果说着急做活的话，那么由于黑棋拆了这个呢，这块棋现在死活呢不成问题，那么这个地方被人家冲出来的话呢，那这边等于就是说白棋基本上有点碎，没什么棋好下了，是，这些子都变成了一些残子，对，脚上只是活了一个小脚而已，这个肯定白棋呢是不会着急去活，白棋走的呢是飞，因为这个飞了以后呢，这些残子啊，随时啊都有可能，如果这里能挤住啊，这里就是说都有可能一下子呢就变成这个后士啊，以后就是直接挡下去的话。那么反而过来这颗子基本上就是说非常的危险，是，所以通过刚才的分析啊，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说呢，这个角啊，虽然是一个角，但是实际上呢价值呢是非常的小啊，非常小，飞，然后黑棋接下来开劫，这个时候开劫，话音刚落啊，我们说这个价值非常小，就是像的谢尔豪他就是还吃上去了，当然这个也是棋手的这个一个大部分棋手的还毕竟还是喜欢实地啊，但这个其实开劫呢这个还是很有问题啊，有点早哈、啊，有点早，因为这个你开劫呢你就不能打输了，打输了和注意啊，这个。白棋这样活和这样活这个区别是，就是说呢，
是非常大的啊，这个等于就是永远打不着了，这一下基本上就是说是打不着。对，没有这颗子打是绝对先手。嗯，有这颗子的话，这个打很难打得着了，就是说，是。那么打不着的话呢，以后对这块棋的死活啊，是很有区别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说黑棋啊，就是说这块棋的厚薄就会相差不少。是，虽然一子之差，对，但从细节上来说的话，差了很多。对，千万不要小看这么一点点、啊。对，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嗯，那么等于就是说呢，黑棋，那么等于你开了以后，就等于没有退路了，等于就不容有失啊。嗯，那么当时呢，我们也刚才也说，这个劫呢，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大。对，实战时黑棋是屁，那么白棋可以很悠闲的找个尖，对，小尖，小尖，这个本身小尖是不损的，对，是吧？在局部也是可以这么下的，然后黑棋实战是消劫了，这开的没法硬呢、啊哦。比如说你如果硬一个的话，他一提，这没劫、啊，你不能找损劫，这个劫感觉打不出手。这个不能轻易打，这个打一次外面这个气有点不对了，以后一旦被挤住了。虽然是个劫财，但这个不能下啊、这步棋是俗手。嗯，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劫了，没有劫，对。所以说呢，只能消。那么呢，这个可不是太满意啊。所以回过头来说，我们回头说一下呢，就是说这个呢，可能打呢还是有点问题、有一点早哈、啊这个。对，这个还是不着急，先出头啊、先出头，先把这个头出来。对，这个先出头，因为黑棋一旦都是活的呢，这个劫呢，反正是以后再说啊。这个出来以后呢，这些子啊，白棋呢也在逐渐的变薄啊，变薄。这个地方以后一旦被白棋封住啊，其实价值还是很大的。这样呢更好一些。我们看看实战，等于是你那边是提了一张是吧？但是我这边尖了一扳，哎，这两手等于也是啊，基本上呢是要吃到一个角了。对，这个黑棋呢，就是说呢，不得啊，因为白棋吃角呢是整体外面容易变厚，黑棋吃到角呢好像只是后上加厚啊，相对来说就是。这个从目数来说，黑棋也看不出任何的这个便宜。是，这个角基本上算是已经吃掉了。虽然里边是有活棋的手段。你可能这么活可能不肯吧？对，可能就是他可能要这个、这么活要搬粘一下，打一下。对，虽然可能这样能够算你活吧。白棋如果提的话，黑棋就算了。棋补一个，粘上。有什么用？这样勉勉强强能活，但是把外面人家撞的也是特别的厚。是，就在人家再走一个，这个肯定现在活肯定是不便宜。对，而这颗子基本上已经看自然而然死亡了。对，所以还是实战是。这里没有走，暂时没走。对，如果暂时没走的话，等于就成快死了。这个转换肯定是不便宜。黑棋是点33，这个地方点33。不管如何，先点个33，总是问题不大。白棋飞，黑棋顶啊，这个是很正常的。顶完了扳，这时候白棋选择了扳啊，是，当然也可以，白棋当然是希望你走这个，那我再连扳住，是吧？先断一下，还是连扳他打了再打。打这个被打了。或者白棋直接断。对，直接断。直接断扳了再打也有，倒是就说这样。以后他觉得这里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发展潜力啊，所以黑棋呢不太肯。他就选择了这个，但是注意呢，普通选择这个，定势是黑棋要亏一点点，因为这个现在是个配合问题，他不想让白棋走成刚才的那个形状，大家注意，就局部而言，这个是肯定是
亏一点，黑棋稍亏，黑棋稍亏，脚上被打成了一个淤形，以后这个目数也没了啊，以后的这个粘上的话呢，再一顶过来，还有被欺负的可能，那么白棋再逼住，应该现在来说白棋还是挺顺风顺水的啊，下的还是不错，可以说这个日本棋手现在对这个 AI 的研究也是非常的深入啊，是非常深入。那么这走完以后，这个就必须进来了。明摆着必须进来了。黑棋反家。反家啊。这个如果再被白棋走一个，这个白棋这个配合就很舒服了啊，或者走在这走在这一带。这个也没办法，必须要进来啊！跳，这个是正常的。然后黑棋走在这啊，这个选点是很有意思。如果按照普通的着想是，拆二。当然也不能说完全它不好啊，不好的，可能白棋会从上面，白棋就是说。暂时不走了，或者再先来攻击这两个子。这手棋也是非常的诱人啊，脱了力。这个黑棋反正以后白棋呢就是到这个地方可以点了藏过来，是吧？实际上选择的是飞啊，这个也是很有趣的。那么下一步想走成个好的棋形啊，你看这个形状呢，虽然多花一水，但是很完美啊。因为这个等于以后刺一下的话，你这块棋等于就是还没有活，还没有活。但白棋不肯，白棋先露一下，露一下就是不让你走成刚才那么是完美的棋形。那么现在呢，黑棋跳出来。不过总体来说，反正白的看不出没什么不满的吧。下一步飞，这个飞有点啊，这个是不是体现了什么日本棋手这个讲究这个大局的这个？如果换作韩国棋手来说，肯定是以。他们的习惯是以地为主，其实这个还是相当的诱人啊。就是说，我总是把这个根收了，又有木啊，这个总是还是比较诱人的。是，这个你要长的话，我就尖珠。在这里苦活嘛无所谓啊，你说你出头嘛，我就跟着出来就是。你这块棋也不太安定。这个封住这个中间能有多少东西？对，主要是四处漏风，这个这边和这边还处于漏风的状态，是个未知数吧。既然是未知的话，反正一般的肯定就是说先把这个实地捞到手。捞到手同时还能攻击你，不也是很愉快的事情吗？那么实战是走这个，那么谢尔豪是他是顶一下，对，小尖白棋，白棋当然是立了，然后他是七，二路箭，对，他是瞄着这个挖，白棋顶一下，黑棋团住，白棋这个挖肯定是要补了，那补肯定是记住了啊，这样都是一个正常的进行啊，但下面这一手稍微有点看不懂。现在是黑棋飞了一个啊，很凶，吃这两个啊，但吃这两个当然也很大啊，也很大，但脚上就不走了嘛。本来正常啊，这个总是要煎一个了，是吧？煎一个活脚，目数还不少，反正你缠我就帮粘，是吧？这个活的还是挺舒服的，一个天目至少有里面。就这个
这火了，这个地方反正你要杀我是不太可能的，但白棋是搬一下还是单拆这个？搬是先手，但是有可能是味道有点差，对，有可能搬人家麻，这个有可能是后中先，对，反正就白棋走一个吧，这个应该是，这黑棋应该再还要加一手吧？对，再加一手嘛，大家慢慢下来。不过加一手呢，这个地方也有个很诱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也吃，把这个角吃干净，干净的吃掉也是非常的诱人。这样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啊。但他现在吃这个，吃这个，我就是纳闷了，这个白棋为什么不把它进角了吗？对，这现在很危险啊！这个角要是死了，这个没法接受啊。这里是杀白棋不可能啊！你这个这不可能啊！这以后为虎还有个先手眼的意思。这不可能把我杀了，还说他担心黑棋这个局部就地就活，局部有可能是好像，但是怎么活粘上呢？就先把这个子先粘上，粘上他就打完粘上，打总是永远是你，但是这虎柱能活吗？这虎肯定是悬啊，只能苟是吧？狗上去打劫，打劫你可能倒不会见得怕，但不打劫呢？不打劫是什么东西？这个上面打一下，这个倒是有些还是有些看不清是吧？这个再糊出来，糊出去也是，倒确实有点，不过还是总是先杀一阵子啊。这个不亏的，你这个我实在是看不出就是说黑棋有什么多严厉的后续手段，是吧？你跳他就我就压出去，就是靠出去也行。这个是这里我就算杀不着你，我先动手，那你活得也很肯定很苦啊，是吧？反正以我是吧肯定是要先杀一杀。这块棋只要不死嘛，只要不死就行了，反正就是。而他实际上是实战就老老实实的跟着硬了，是吧？没有，他先搬，搬打了一下。这搬打总是白棋的权利了，是吧？然后他是吃的这个。他就吃在这里，他把这个子吃掉，没有脚上行棋。哦，那为什么不在脚上吃？这个实在是，有点不懂啊。那你走这个黑棋活得很舒服啊？对，尖黑棋尖，然后搬粘。他现在对搬他立。立的步数会好一点，但是外面不会也被人家一糊也是，也不舒服。但这个不敢嘛，我觉得，哪怕退一万步讲，就算你刚才你说你粘是先手，我就算硬一个，这目数是不是也比吃在这便宜？有没有可能？目数上感觉应该是比那个。他实战那个图要便宜，实战他尖顶搬粘，搬粘活得太舒服了，对，而且搬粘完以后，以后还有个家，是，这个是不是太厚重了一点？就包括飞啊，这个，医疗可能是觉得优势啊，不，虽然确实这个形式呢，应该来说还是白棋是不错的啊，然后他就白棋压啊，就可或许确实是有心理这个。优势的这个有优势想法啊，对，虽然说确实也有一定的优势，但这个优势还是比较小吧。接下来黑棋是这个长出来，刚才这个打也是很舒服的啊，长了一飞，这个应该还是属于胜负尚早的阶段。那么白棋挡住，对吧？白棋。反正这个是也是，因为挡住以后呢，这以后再一走呢，还有个收气的问题。你不能这么吃是没吃到东西是吧？你走这边家，对，什么都没走到，那么先挡住。那么黑棋这时候不能被他打吃了，是吧？再这么吃空肯定是不够的。那么黑棋也要跑一下。感觉现在的这个格局，白棋更难掌握一些。
都比较虚，棋子。这个就是现在应该来说就是一个攻击与自孤吧，现在明显就是白棋要攻这两个子。攻这看看白棋能有多大的收获。是、啊、这个是黑棋目数上可能稍稍领先一点，但是领先的也很有限，是吧？白棋毕竟这里呢还是有一个角，就看看这个局部的攻防嘛。对，白棋靠、黑棋就老做准备工作。对，这个地方不能用强，对，不能用强、不然白棋就、有给白棋更多的借用，对、更多的借用。它因为白棋主要目的是在这里。嗯。黑棋这里只能老老实实的补，啊，白棋是正，黑棋只有跑啊，这个黑棋倒是，白棋就压，黑棋就跳啊。这棋其实黑棋来说呢，我只要是活了。那么至少目数来说呢是不差，你这个中间虽然看上去有点潜力，但是这个这些头啊，你也不是很好分、很难把握，对，中间比较虚。接下来白棋是长一下，黑棋二路点、对，这个是先手，二路点，这个是黑棋的先手潜力、然后尖一个，对，小尖。走着走着感觉这几颗子要被黑棋卷进来了，也要小心，也要小心、就是说但白棋呢由于这一带是有先手啊，这边还有后门，还有冲的、这个就是白棋反正死活倒不用太担心、它主要是呢你得攻击攻好了啊，得攻出这个名堂来啊，是有利益啊。嗯，那么现在白棋是靠，白棋是靠、对，靠呢黑棋虎是必然的了，白棋现在虎在这，这时候黑棋就打上去，这个打上去，这个打上去，这个打上去，那这下确实很想打上去，对，很想打上去，就不知道这后续的变化怎么样。那么如果白棋吃是吧，黑棋提白棋冲的话，那么黑棋现在呢虽然这个死的很大，但是呢这里有一吃，是吧，那白棋如果只是粘在这，那么这样的吃了赢，它粘上有先手是吧，还得补一手，弯一个一样的，那这个应该不便宜啊，不便宜，这个虽然吃了但这里损失很多，这以后一走黑的这个目数收获还是挺大，脚上呢也不存在以后什么收气的问题。感觉上是不便宜。如果粘在这里，打吃的时候，就是你打吃的时候粘在这里，那么提掉粘上。黑棋是提。这样呢，虽然这个地方有些味道，但是你自身的这个味道也很讨厌，感觉是不是先挤一下？对，有个挤。这个白棋吃的也很不干净，挤完这一家，这个至少来说他这个可能是绝对的先手，至少所以这样的白棋还是不太行。那么白棋呢，不过呢他呢也觉得呢白棋虎啊，一聊呢他觉得这个全局啊，前面这个全局后势他准备呢跟你这个打这个劫啊，这个确实也是很有意思的，确实也是很顽强。这样的时候黑棋就黑棋冲，是冲、这里冲了一个，他想寻找你气紧，是吧，白棋吃，白棋开上去啊，对，开上去，这个应该来说白棋还是挺顽强的下的，就是这样提黑棋其实挺头疼的，我感觉他打这个是绝对劫材吧。对，实战是打的这个，每一枚劫材都很重要，对，打完之后提劫，黑棋确实挺头疼，这个应该本身白棋我觉得还是挺顽强但是挺有力的啊，就是自己强行做个劫出来，那么黑棋现在只能看得见的是打这个，
白棋在这时候突然就提掉了啊，消劫了，相爽是相当的爽啊，这个但是这个花拔的也是这个木说也是很诱人啊，底下的木说这个黑白棋吃的是这里，看起来很对，挺大的，很刺激啊，这个是，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棋白棋实际上为什么呢，它为什么不一，就是因为这个打本身是损的，是吧，而且打完以后黑棋就很难找到这个再找到劫的。那么等你走了以后呢，因为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白棋暂时不走，黑棋一手啊走不干净，他并没有说一手就把你就是白棋这样的把这个提花了、啊、是这黑棋啊，其实接下来没什么东西，就很难一手击白棋呢，现在就慢慢的就找个劫吧，对吧，哦，走这个，比如说随便找个劫吧，这个劫当然本身也不小了，你这个地方怎么办，是吧，如果说你粘，那我呢就提一下，是吧，你虽然跑掉了，但我这块棋只要不死就行了，那我这些这个黑棋有点吃不消，这块棋不管你死不死吧，你跑了就跑了吧，跑了我把这里走火，而且你这块棋到底是算什么，是吧，因为我这个地方一粘是基本上是不是先手，有没有先手味道，有先手味道，这个挤了一般，对，这个至少是个双火，是吧，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不粘这个，你粘这个这个局部，你粘这个，那我回头我就算再冲过来，我不着急吃你，我就冲过来，是吧，你打吃打吃我吃这个，你打吃可能我就算硬，就局部而言，但是我可能你就算走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先在这里得一刀了，是吧，就算你跑的时候再连回来，对对，那个里是个先手吃，那如果你硬的话，那我再提过来，这黑棋是看不到劫材的，这回是真看不到劫材，这个扳就白棋可以不用理他了，不理你也无所谓啊，他事情和刚才是一样的，我就找劫嘛，对，白棋那里还有劫材，对对对，这个无所谓，主要这个劫白棋比较轻，对对，不像黑棋那么重，是，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还是白棋很不错的，但这一下实在是操之过急啊，心情是极度的愉快，但是呢木鼠这个抓了也是，你这个提了算白玫瑰的话，我这个提了算什么，真的是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两个没有啊，这个哦，这个一来一去，这我目测是40目以上，有的有双方的目数都有出入，这个就是说，但是呢这样一转换的话呢，等于一转换就是说，如果即使是差不多目数上，那么呢也是白棋亏损啊，因为黑棋的负担孤棋没了，这个是吧，是这样，我觉得就是第三还是这个白棋是很有问题啊。对，那么白棋还要挡住，那么黑棋这里再一吃，这个地方还是有些余味的，肯定是这些长子，弄起来还是很头疼。那么白棋挤啊，挤呢等于是要求这个是先手，不过这地方呢黑棋还是可以在补之前啊，让你难受几下，是吧？先搬。这个暂时先手，那么走，那么黑棋粘，白棋只有粘，哎，那么黑棋呢还可以顺手呢提一下，那这些长子就不如一不小心又给跑出来了，那这个白棋的等于刚才拔出来的这个花、又被黑棋提回去了。是，这个肯定是不爽了。对，这里还欠了一个分段，白棋是粘上，那么我再补回来，补一个白棋冲，等于这个地方走了一个后手，
对，走了个后手，而且就是说还被黑棋提了一下，很不舒服的。以后，以后这个呢，本身就有个提，那么黑棋现在呢就简单的，它是跳一个是吧？黑棋是吃的这个。先吃一下。对，吃这个。它是吃一下呢，就是什么意思呢？防止白棋直接吃上去是吧？对。以后白棋直接吃了粘上，那这个里边有棋。里面感觉味道很坏，就是说肯定在拐，对吧？对，或者粘完之后一般就回家了。业绩回家，对对。这个里面就是没有这颗。对，没有这颗。他先吃一下，然后赶紧跳一个啊！现在呢，就是说完全就是说，谢尔豪也是典型啊，这个可以看出是以实战为主的这个。棋手啊，但是现在中韩棋手基本上都这样，而伊利寮呢还有一点日本棋手的风格啊，这个拔花为大，这个是拔中腹拔花三十目啊，这个就给你拔了，反正是，这个不能贪这个啊，这个贪这一跳出来这个整体的话，就是因为他这个也是应下急啊，如果你走这个的话呢，他可能也会直接跳到这里啊，这个，所以他先应下急。白棋提一下，这无所谓。现在他这个觉得就是从实战角度出发，这个拔花不值钱啊，反正拔一个就让你拔一下就是，是就不做。对，提完之后这边提这个，这样补一手，对，把这个打劫的野换消掉。现在等于呢，通过这个打劫转换啊，算下总账呢，就是说呢，白棋所真正得到的。就是说呢，把这个吃了，是吧？这个地方外面实际上是没有所得。以后黑棋要跟你打劫的话，它是吧？你最多也就吃在这。这个吃了提一个字，这个等于是没有所得，外面是没什么所得的意思。而这里面呢，等于就吃了这个啊，可是吃了这一块吧，十五目棋。但这个被拔一朵花的话。这个里面这个木肯定是比这个已经只多了吧。白棋外面虽然也厚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厚啊就是没有用啊，成了一个标准的草肚皮。我们说的是中腹这个空啊，草肚皮确实是不好围啊。而现在黑棋拆一啊，抢占实地，对，拆一。白棋呢被逼无奈呢跑去围这个草肚皮是吧，白棋呀只能寄希望于呢这个中腹的这个发展，但是这个中腹这个空啊我们也都知道实在是不太好围，很难围。吃完这个以后应该黑棋的目数啊是明显占优了，就是说在中间啊尽量让白棋呢少围一点就行。然后黑棋接下来这边提了一个，提一些，白棋搬，搬完了打，黑棋就粘上，白棋还得提回去，白棋这边挤了一个，挤了一个，就等于说下一步提示先手，把这个口先封上，封住啊，那么黑棋搬，搬这个，对。白棋搬，这都必然的。白棋先提了一下，绝对先手，对，绝对先手，对，粘上，然后再搬。搬黑棋吃，白棋叫吃，是吧？白棋叫吃了，叫吃的时候，现在呢，暂时这里呢还是价值不小，白棋是吃的这儿。刚刚没有找到，这白棋是吃在这里，很不易察觉的一步棋。不对，白棋、不白棋提掉嘛。白棋就黑棋吃的时候，白棋吃的是这儿，现在。黑棋吃这个时候，白棋、这个、白吃的是这里，对。他这个为什么不接着走呢？他为什么不？没看懂啊。他走这个。这个打进去一打就提在 cos， 不是你不走他也不也能打。吃那个着急吗？他吃这个是先手吗？他可能吃这个觉得是先手。
这我一个不对啊，你吃我就打吃一下，你有什么偏？不对啊、哦，我不能打吃。啊，就是说你如果在不对，如果这这个的话，他觉得就是说可以是可以、嗯、可以直接飞走是吧？嗯，就是说，但是也这个也是不明啊。嗯，黑棋怎么应了呢？黑棋这边 就直接来了是吧？断啊，这个。那我吃没看懂这一吃是什么意思，这个也这一下也是没，你就反正就正常硬吧，他肯定就算硬住，我就可以的，先走出来说呗，这个完全也是没看懂啊，他跑去吃这个，那谢尔豪也是不依不饶，先走这个啊，这不要我的话是不是先把这个捞了，一打是单靠他不沾，那这两下交换这一很舒服，大幅度缩水，那个空也是。他那幸好是断这个，这个草肚皮真是个草肚皮，他还是瞄着这块棋没活。嗯，对，还要找你的麻烦啊，他觉得你这个你觉得是很厚，但他觉得你不够厚，是吧？这个断白棋是吃这个，这这你这怎么说？年轻人这个后半盘真是力量很大，嗯、依依不饶啊！对、就是这个，也是找一个头绪，找一个入口，破坏中间的地盘。嗯，因为这个地方随时被我一打，你这个棋是不活的啊。那么这个负担白棋就贴，然后白棋现在来打，嗯。枪法似乎有点乱，是吧？这感觉上是，他也不敢走这个了，是吧？正常肯定不肯被扳一下，但是走这个黑的贴，交换一下再补，他不敢，怕。但是我退一万步讲，还有个打劫的后路啊，交换一下不便宜吗？还是被扳进去了，不明。嗯。这个感觉一力了肯定都秒了，这枪法有点乱啊。嗯，那现在打这个黑棋当然是顺手一扳了。嗯，为了紧住气，为了紧住黑棋的气，还走在这，退一个，退一个黑棋不也得虎吗？嗯，黑棋直接杀不太可能，直接杀自己要死啊。能走一个就算再补呗，或者先提一下这个。气紧在这也是，强调的是这个断点，嗯、是不是强调这个断点？他担心。但自己的味道也不好。嗯。断点不强调，不强调，黑头也得补吧？他就这以后这随便一点，这个肯定是跑不了啊。嗯。那要是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子肯定不如在这好。还不干，哎呀，这个真是，这后半盘的差距就慢慢的，还要从这里往外提一个，这个真的是精力实在太好了。提白棋是扳住啊，扳、嗯哦、没事，但你这个气紧，它明显那它再顺调虎一个，对吧？嗯、提，那么这时候这个翻打是必然的了。常用的手段啊，哎呀，这个等是，这白棋太惨了，好像中腹是试试就进去了，所有的长子都快被跑出来了，是，那么里面还是得补啊，来靠是吧？对，靠一个，但这个黑棋做活是没有问题啊，黑棋这一长子太舒服了，白棋粘上。黑棋再压，哎呀，这个是难受，又值得忍耐啊！走这个呢，这个提是先手啊，然后黑棋是虎这个，挖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的没问题，可能挖一个应该更好，是吧？这个随时打了粘是先手，你也不能退让。那这个花拔不拔无所谓的，反正现在拔花都不值钱了，是吧？那么先手这个联络。嗯，收起来就轻松自如了，就尝一下，然后剩下该怎么？这块棋被加或者被一点，这个
各种欺负，黑的反过来搜刮。这个打劫暂时不用理他，你打我就沾上嘛。哦，这白棋好像也你不能沾我这个事是你要打劫的话，连通这个肯定不怕，而且这边还是我先动手呢。那挖一个，他现在谢好就虎一个啊，可能也觉得赢了。中间只要活了就搞定啊，嗯，确实应该来说是搞定了。因为刚当初白棋中间就指着中间围多少目跟黑棋抗衡呢，嗯，那么现在胡完以后，嗯，白棋这里拐，白棋还是补了一手是吧，反正拐一个也有价值，拐一个等于就是把这个收了，对，因为你不拐他这个打总是是先手啊，而且拐一个呢，嗯，还是威胁你中间，那么就踏踏实实活呗，一个一个贴。嗯，人压向走，黑棋只要是保证中间的安全，飞一个，嗯，白棋长，这样还是有点收获的，能冲下去的话还是有收获。黑棋只有粘吧，黑棋粘了没有？黑棋这个应该只有粘，你冲下去了。这边好像是虽然有收获，不过这一加，如果被加过去的话，白棋也所得无几。这个地方等于就是说你不能立，啊，立有长或者跳的先手，他就用一个长的先手就行了，是吧？啊，先跳单，嗯，长的跳它可以冲。气是什么东西？这样气是冲断的话，气好像还是摆的长一点点，嗯，那就这样先跳一下粘上，哎，这样黑棋也没什么太多所得，嗯，立尖一个也尖一个可能是有点味道，尖白棋，这样是什么东西？很多味道也是挺热，不过黑棋你上面不对呀，啊，这般从不是从上面刷，但是得注意这块，这黑的还是有点负担。拐完打完粘上，这个有个这个两个解，这个白棋不怕。哎，好像应该也还是能立吗？都没看清。黑棋尖的时候，白棋跳跳也可以考虑，嗯嗯，跳一个就冲断他就顶了，真是。哎，这个棋冲断是后手，白棋挤，嗯，打完可以跑，嗯。但这黑棋是不可以这读过吗？嗯，单打你粘粘，能粘吗？嗯，这应该粘不了吧？这个要是能立的话，这还是胜负有的一争呢，啊，嗯，因为毕竟这个冲下来了，还是收获不少。没一下子没看出隐藏了什么招法，靠这个也没看出，这个有点乱，靠连扳。但问题是自己这块呢，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复杂的啊。如果这地方加进去没棋的话，这个棋白棋肯定不见得输，因为这个被冲下来，黑棋这个损失还是很大的，嗯，是实战独秒了，他是靠这个想这里啊，就是交换一下他再立啊，是吧，或者争取一些时间，但这个地方肯定是谢二号的刀更快一点啊，冲给你挡的时候呢，那我再把这一吃，嗯，这个只被吃掉目数就没法抗衡了，那就只能看是中间，嗯，中间给人黑棋看的应该是看清了啊，就跳你冲他就走，你打吃我就顶住，嗯，哎，白棋是冲，嗯，白棋提是什么？提他就打是吧？你断他就吃虎，提
提粘上啊、哦，提粘上，粘上也没了，这是个双打，对，这是双打，冲不过来，冲不过来，哎，没有用，嗯，刚好黑棋能联络，那联络了，黑棋活了，那白棋就等于不行了，它是打吃是吧？对，打吃，嗯，然后粘上，然后黑棋只要是活了就行。嗯，白棋是走哪了？白棋，嗯，点之前，白棋是点了一个是吧？这边先打了个打了一个，啊、嗯，对，打完之后点的中间，点打完点的，黑棋就粘、哦、黑棋上，对，白棋上，白棋是提这个，对，粘没吃着这块棋，这个劫黑棋不怕，嗯。没吃着，那这个木数就损了。而且这个里面，白棋死活还有问题啊，是吧？你不走，被他一，对，实战白棋这里又补了一手，不然一尖的一打，这个嗯还没活，还没活哦，那这个太惨了，这一串下那走这个，对，补了一个，那黑棋也补一个就完了。哦、黑棋长这边长了一下，这长是先手，白棋粘，白棋。他是长先长的这个、啊、先长这个还压的这个、啊、对他冲了一下压住嗯然后是走的这个长一下然后黑棋都不哦黑棋把这个先手便宜的嗯都是黑棋的先手那这个白棋被搜刮的两只眼自己反而被人家搜刮成两只眼然后黑棋再补一个吧这样棋就大势已定黑棋补了吗对哎是走的这个好像棋还不着急是吧棋走的、啊、不在这边 啊, 啊就是先手便宜一下先手便宜几页等他就都硬住白棋粘黑棋就粘是吧黑棋就粘掉粘完了补一手嗯对这个就基本上是宣告胜利宣言来后面虽然还进行了几步棋是吧嗯还进行了几步棋但是呢跟胜负是没有关系了反正稍微摆嗯多不多他这个点一下收官搬一下都硬住这边先点了一下这是都是按你的嗯、啊、然后收哪个官子大一点挤一个挤反正都硬住我这个反正就是说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嗯这后来白棋等于是搬一下粘上这个那么黑棋呢开劫啊黑棋开劫白棋打这个劫呢反正黑棋是无忧劫啊无所谓的、嗯、白棋反正找个劫提掉黑棋呢扑一下提掉白棋断一下是吧对这边棋他找的是这个棋断一下提掉反正不管吧这个意思就是最后呢黑棋找这个劫的时候呢白棋没走嗯白棋提一个那么黑棋一虎呢就活了啊这个余力量呢也就找个台阶呢就是下来了、嗯、这个因为这盘棋就是说因为前半盘由于谢尔号稍微有点这个贪吃啊应该来说还是白棋啊不错的局面一直下了这个、嗯半盘啊，下到一百手以后都是，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太激动了。在这个时候，白棋是无论如何这个是就是提掉啊，提掉。对，不要当时消极。对、嗯，这个心情是相当的爽啊，就是提成这个提花了。对，但是呢，实际上呢，细算呢，就是说呢，还是白棋是亏损不少。而且从结果来看，其实没有那么爽。啊，最后还被人家打回去，回来了就是对，这个就是说呢，这一下来说黑棋呢，逆转的这个局势。所以说这盘棋，后面谢尔豪当然下的也很紧凑啊，破中央的空的时候，一点呢也不放松、嗯，这个也确实是，就是说年轻棋手这后半盘还是非常的紧啊，非常的紧。这个当然没不下得这么紧也无法在这个世界大赛获得竞争吧那么双方各下半盘好棋、嗯、啊那么我们恭喜呢这个谢尔豪再次进入世界大赛的四强、嗯、是嗯那我们这盘棋就
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为您带来八强战的另外一场对决，一会儿见。大家一会儿见。